年老肥师没有带节奏，那些肥师每一天吃多了没事儿干，那些黑肥一天跑到这儿说跑到那儿说啊。还有我再告诉大家一句啊，你们那些我的管理员也好，不管是我的田肥也好，我希望大家不要去踢肥师啊。很多肥师在法医说被你们踢出去了，莫名其妙的踢的都不能看我直播了啊。我希望呢，就是不管是黑肥也好白肥也好，不要去踢他们，他们爱说什么就说什么，好吧。对，这个平台本来就是人来人往，什么样的人都有，所以我们不一定要去踢他们，好吧。来者都是客，知道吧，来的都是客人，所以咱们不要去踢任何人。很多粉丝在私信我说被你们踢出去了，不能进我直播间啊。我希望踢别人的那些是铁肥也好黑肥也好啊白肥也好，我希望大家一起看热闹，对吧，大家一起分享好与坏，一起分享，不要去踢别人，好吧。直播间3000多个人，马上4000人了，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，对还是不对？对，我也很难做人啊，你们一会儿叫我粘这个粘那个的，有些东西粘了不一定是好事儿，知道吧，家人们。如果该粘的话我会粘的，知道吧。到底我踢谁的嘛，你们一会儿叫我粘这个，一会儿叫我粘那个的。谢谢点赞，谢谢。我也很难做人啊，知道吧。谢谢点赞，谢谢。感谢点赞。我也很难呀，家人们。不要相信黑粉，我也不知道哪些是黑粉，哪些是白粉，知道吧？所以不管黑粉白粉，咱们在直播间的都不要提哈。来的都是客人，谢谢点赞，谢谢。你们也不要说这个漂亮啊，说那个漂亮的，这样我也很累，知道吧？漂不漂亮都那么一回事儿吧。漂亮也漂亮不到哪里去，丑也丑不到哪里去，都那个样子嘛，知道吧？漂亮的也跟我没有关系。口才又不是靠嘴巴吃饭的，对吧？要靠能力吃饭的，不是靠嘴巴吃饭的。嘴巴说多了也不好，话说太多了也不好的，知道吧？话说太多了反而人家会觉得反感，知道吧？粘二妹这会儿没有直播的嘛，我怎么粘嘛，家人们，你们吹牛不打草稿嘛啊？人家没有直播，我怎么粘人家，对不对？我怎么粘？谢谢点赞，来，咱们把赞的点一下，好吧？赞的点一下，对，对，就这么点一下，点到10000，好吧？支持二位的来，给我双赞，给我点出来，然后你们说粘谁，我就提你们的，好吧？你们叫我粘谁，我就粘谁，好吧？对，就这么点双赞，点出来，好吧？来，3、2、1，开始，点十，坚持10秒，10分钟，来。就这么点，把双赞点出来，支持阿伟的所有伟家驹的家人们，咱们把赞赞点一下，好吧？
点出来之后呢，我听你们的，你们说叫我粘谁，我就粘谁，好吗？来，点，对，500个人同时点赞，就这个双赞就出来了，就这么点，对，点点不点？不点就算了，点不点嘛，来嘛，就这么点嘛，点屏幕。不点就算了，不点我也不粘了。谢谢谢谢，谢谢加入粉丝团，谢谢。哎呀，谢谢收到的小心心，谢谢。我已经回来了，家人们。我已经回到大城市了，已经在大城市了。我已经在大城市了，傻子一样。傻子还会开直播吗？真的是，你也太搞笑了吧。意思我是傻子呢，傻子还会直播吗？你这话说的，你这话说的太搞笑了哦，太搞笑了。你见过一个傻子开直播的吗？啊，没有吧？那你不也在看傻子吗？谢谢点赞，谢谢点赞。直播间3100人，马上4000人，咱们把赞赞点一下，好吧？赞赞点一下，然后没有加入粉丝团的加入一下，谢谢。亮个粉丝灯牌啊、哦，对这个地方点一下，谢谢，注意一下数据，谢谢家人们。一个十百千万十万，18万了已经，马上20万了。赞赞已经干到20万了，家人们，谢谢加入粉丝团，谢谢，欢迎来到直播间，你们来就来嘛，你看还带着礼物走来了，感谢我蔡姐送来的墨镜儿，谢谢，人来玩就行了嘛，还带着这么多礼物走来，真的是太感谢了啊、哦，谢谢送来的礼物，谢谢，感谢加入粉丝团。惹来我家玩就行了，还带着礼物走来，哎呀，太客气了，太客气了，简直就是太客气了啊、哦！谢谢点赞，谢谢，你们跟我这么客气干什么呀？那大城市人也变帅了，人也变帅了是吗？没有啊。二妹直播不洗，她又不是靠这碗吃饭的，她又不是靠直播吃饭的，对吧？不洗也正常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她又不是专业干这个事情的，点赞，谢谢。打电话给二妹干什么呀？难不成打个电话还要在你们面前打吗？二妹傻子傻子，二妹又不吃你家饭，你这话说的，人家傻子干什么吗？二妹又不吃你家饭，又没有得罪你，你为什么这么说话呢，兄弟？这也是不礼貌的，尊重他人就是尊重我们自己，知道吧？人家又不吃你家饭，人家又没有得罪你，人家又不抢你的老公，
你干嘛要收人家嘛，是不是嘛？二妹又不欠你什么，又不惹你，对吧？他过他的，你过你的，你收人家干什么嘛？他又没有惹你，又没有收你，对吧？这一天天的吃不完，要不完了吗你？吃多了没事儿干嘛？你骂人家干什么呀？说二妹都是黑，我觉得人都是相互尊重嘛，人尊重人无价之宝，对吧？人家又没有说你，你莫名其妙的骂人家干嘛？他又不抢你老公，这一天天的，对不对嘛？你们要说，你们就说我就行了，不要说人家小姑娘好不好？人家又没有说你惹你，对不对？你没事儿干，说人家干什么？谢谢点赞，谢谢。我的皮肤比较软，碰一下它就红了呢。今天这个饭席都不行了，饭席都扁了。大家没有关注我的，关注一下啊！没有关注阿伟的，给阿伟点个关注，谢谢。对，咱们认识是一种缘分。没有关注我的，关注一下，谢谢。给我点个免费的关注。对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也许通过一个关注，咱们就是好朋友，未来的好朋友。这个头发要剪一下才行了吧？明天剪一下才行，头发有点长了。说我今晚帅吗？我也没觉得我帅呀，都那样吧，一直都是这样子的呀。平时只是你们没有发现而已。谢谢点赞，谢谢。哎呀，都会疯的，都会疯的，早晚都会疯的，不疯都被你们说成疯了，对吧？那肯定会变成疯子了。你们老师去带节奏，老师说这个疯那个疯的。谢谢点赞，谢谢。阿伟人好，心地善良，是个好男人，谢谢夸奖。谢谢夸奖，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，咱们亮一下粉丝灯牌，谢谢。对，给我亮一下粉丝灯牌，我看一下粉丝灯牌有多少。个十百千六千，六千个粉丝灯牌，咱们可以亮一下粉丝灯牌。对，这个地方右上角这个地方，你们说我今天比较帅一点吗？帅就好，帅就好。谢谢点赞，谢谢。
我们做人要懂得感恩，要懂得心底善良是什么？善良就是要感恩，要讲信用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对吧？要懂得感恩，要讲信用。那善良这两个点都做不到，还叫善良吗？善良就是要懂得感恩，要讲信用，这才叫善良，对不对？谢谢点赞，谢谢。你看，我一直都谢谢你们，因为你们在给我点赞，所以我一直都谢谢你们，是不是吗？感谢点赞，谢谢。被你们说的我都没有精神了，知道吧？光明知道的娘子没什么见不得人，我知道没什么见不得人的，但是没有这个必要的嘛，对不对？娘子的结果又能有什么，又怎么样嘛，对不对嘛？没有必要的嘛，家人们。没有必要没事找事的嘛，年老那些黑匪也好白匪也好，又一天没完没了的，哦，让我找这个让我找那个的，我也累了，我也找累了。曾经的拥有现在的过去，曾经我找过，但是呢，哦，没有结果。那现在年老有什么用吗？年老意义何在吗？对吧？意义在哪里？对吧？又年不出来个结果，意义何在吗？有什么用吗？你们说有什么用吗？啊，年老有什么用吗？我觉得没有意思，没有意义了，知道吧？没有意义了，不要你了。来，希望我粘的扣个一，不希望我粘的扣个二，我看一下粉丝家人们，看看大家的意见，年老意义何在嘛？没有意义的，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，真的会让人觉得没有意思。谢谢点赞，谢谢。啊，这么多家人都叫我不要脸，年老很尴尬的，知道我家人们很尴尬的，年老又年不出来个结果，又没有一个结果，意义何在嘛？反而搞得大家都尴尬，知道吧？大家都很尴尬。你看我，我看你的，大家都很尴尬，知道吧？没事找事嘛，这不你们怎么这么喜欢看节，喜欢带节奏呢？如果你们真的为我好的话，你们就不会让我粘这个粘那个的。意义何在嘛？意义没有意义，粘来有什么意思？只会被那些黑匪带节奏。唧唧歪歪的，一天吃不完要不完的。阿紫说我了，没事啊，没事，说我也没事呢啊，对吧？我已经习惯了，无所谓了。说我又少不了一斤肉，对吧？谁想说我都可以说，你们想说我，你们也可以说，无所谓啊。我这么大个男人，这点格局都没有，怎么出来混嘛，是吧？
我这么大个男人，没有一点格局，怎么能出现在你们眼前呢？对吧？这都是对我来说是小 case， 谁想说我，谁想找一下存在感，谁想拿我凑一下热度，都随时都可以说，知道吧？我知道有些人找存在感找到我头上来了，或者有些人想说我一下，我觉得无所谓，对吧？说我说明我优秀才有人说我，我不优秀，我比他们差的话，谁会说我？有一句话叫比你厉害的人都没有空理你，比你差的人整天在你背后指指点点。这就是有一句话怎么说呢？所以啊，我不在意别人说我什么啊。他说了不是，他说了什么，别人说什么我就不是什么的嘛，对吧？嘻嘻算的墨镜儿。那粉丝家人们眼睛都是雪亮的，对吧？大家都看在眼里，谁是怎么样，谁哪个人怎么样，对吧？大家都看在眼里的，又不是说哪个人说两句话就觉得这个人怎么样了。粉丝们自己看得到的嘛，对吧？光说有什么用嘛，是吧？好人一生平安，谢谢你们啊！你们说我今天有点帅是吧？谢谢你们啊！夸奖了，夸奖了。谢谢鱼岛姐姐，我的有些粉丝啊，有些铁粉，有些老粉丝，有些铁粉是人狠话不多，知道吧？不会就是说这样那样的话。但是很支持我，有些人呢就唧唧歪歪的一天，对不对嘛？也没有这个必要嘛。说真的，没有这个必要的，确实没有这个必要。出来的墨迹了，谢谢啊！现在嘛，都是朋友嘛，对吧？都是朋友，要有各有各的，各有各的事情要忙，对不对？他姊妹说我不好，嗯，那就更好嘛。他没有说我不好的话，那就更好。说我不好的也没有关系嘛，无所谓了，对吧？好与不好，我就那样嘛，无所谓。别人说我好不好我都无所谓的，我的格局很大的，知道吧？男人要格局大，知道吧？不要唧唧歪歪计较那些小小事情，没有意思。格局越大的男人走得越远，知道吧？飞得更高。格局小的男人干不到大事的，干不了大事的，知道吧？有人说我才说明才有我的存在感嘛，对吧？二妹漂亮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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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谁说我这些都没有关系，但是我从来不说别人的，我从来不说别人好不好，知道吧？昨天我喝了八加一，我也没有说谁吧，对吧？你们有些人觉得我说一些过去的事儿，你们就觉得我在说他们，其实我没有说他们，我说他们干什么？我是比个例子，对吧？2023年过去的事儿，我也不想回到过去了。就相当于时光不能倒流，我不想活到2023年，因为2023年我的世界，我的人生不是很顺利，不是很理想，我的事业也不是很理想，所以我只想越走高飞，越走高飞，知道吧？我只想越来越好，我
不想回到这过去，就这么简单。啊，我平时我说话呢，说的话我都记得很清楚。昨天喝了一点八加一，被粉丝们带节奏了，但是我记得我也没有说坏，我也没有说别人什么，我也没有说任何人坏话，知道了吗？啊，我也没有说别人坏话，我说的是我的人生，知道吧？我说的是我的人生，过去的和现在和怎么怎么样，对吧？不至于去说别人，知道吧？我喜欢讨论我的世界，我的人生，不喜欢去说一些过去的事情。对，我昨天直播应该很多粉丝也都在看，我都昨天在车上直播，但是我也没有说别人坏话，也没有说过分的话吧。对，我很开心啊，我每天都很开心。自从2024年以后，我的世界过得很精彩，我每天都很开心。2023年确实我的事业不是很顺利啊，但是2024年我的事业很顺利，所以我的世界过得很精彩，每一天都过得很精彩，所以我特别的开心，知道吗？啦啦啦啦啦啦！你这手不好看，是吧？不好看没办法嘛，那手不好看，那我不可能这样子把它咔嚓了嘛，没有办法嘛，对吧？手不好看也只能留着了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，谁叫我以前是搞艺术的呢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我是搞艺术的。我是搞艺术的，所以正常的，这些都是一切正常。牵起你，我将离开你，我要温暖我自己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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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有你的日子里，谢谢点赞，谢谢。要有骨气，男人不怕从头再来，知道吗？阿紫和狗的时候说话太狠了，太垮了。不要这么说，家人们，不要这么说。大家心里明白就行了，懂了就行了，不用说出来，知道吧？说出来就伤人。对，有些话我们放在心里就可以了，不要说出来，说出来伤人，知道吧？有些话伤到人了，放在心里就可以了。其实谁几几几年谁怎么样都大家都懂的，都知道的，但我们有些话不一定要说出来，放在心里就可以了，知道吧？阿紫谈谈漂亮漂亮，对啊，漂亮我知道啊，漂亮不一定适合做老婆嘛，家人们，这个做老婆得要看缘分嘛，这个东西，漂亮就不一定适合做老婆，对吧？有些东西漂亮不一定是有缘分，这个得要看缘分吧，我觉得，不是说漂亮就 OK。二妹漂亮是吧？哎呀，
我觉得大家很在意的一点就是漂不漂亮这一块啊，我觉得漂亮不一定就属于你的，看三观正不正，对啊，三观也很重要嘛，不一定只看漂不漂亮嘛，都是傻子，都是傻子，你最聪明了嘛，你最聪明，你最聪明的话，你就还在这儿唧唧歪歪的吗？啊？二妹哪里去了？二妹在他家里。甩好甩不好，这个东西不是我们说了算，就知道吧，家人们？看他，不是说我们说了算的，都有些东西。谁漂亮，谁不漂亮，谁好，谁不好，这个东西不是我们说了算的。阿伟今晚不太高兴，没有没有，我只是刚刚吃了饭，没有状态，没有精神，没有什么开心不开心的。我们的世界哪有那么多开心不开心嘛，对吧？我们的人生没有那么多不开心的，知道了吧？人生就那么几十年，哪有那么多开心不开心的嘛？有时候开心也得开心，不开心也得开心，知道吧？没有办法。没有办法的，家人们，没有办法的。没有办法的办法。我们的人生就那么几十年，哪有那么多开心不开心嘛？开心也是一天，不开心也是一天，对吧？看我未来能找到一个什么样的老婆？我算一下啊，算一下命。这几个字啊，这几个字，你们看一下，应该是会撞的。我算一下命啊，我算一下，看2024年能找到一个什么样的老婆，能不能发财，能不能找到老婆。才老婆，一二三，开始。相信没信？提，哎呦，完了完了，完了完了，这个。才也没有，老婆也没有。应该是3局2胜再来两次啊，看两次是什么样的就一二三，抓得很快的，踢，哎呀呀呀呀，不行哎，这财也没有，这老婆也没有，这个就不好办了，这个就凉爆了，这样子就再来一次啊，最后一次了。这次再这样子的话，就我就真的是没有信心了，对自己没有信心了。
停。哦，不行了，摇三次都没有摇到财和这个老婆啊，哦，没办法了，休息吧。摇也摇不到一个女朋友，财也摇不到，真的是麻烦了，正儿八经的。麻烦了，麻烦了，这样子搞。这样子我就有点伤心了，真的。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为什么总是会这样子呢？这样子好烦哦。老婆也找不到了，才艺也没有。这样子就不好办了，这样子就。打一波正能量来，家人们，打一波正能量，真的是我也搞不懂，真的是，我也是醉了啊，我也是醉了，又违规了啊，又违规了，我就这么这样子搞一下，就又违规，我的天哪，这简直就是太不可思议了。简直就是太不可思议了！我就这么搞一下，都违规，真的。谢谢点赞，谢谢。对，打一波正能量，打一波正能量，家人。唱首歌给你们听吧。才能够彼此完全明了，你应该会明白我的爱，虽然我从未向你坦白，多年以来默默对你深情的关怀，为什么你还不能明白，唱歌也没戏曲，唱歌也。我这个时候，此时此刻，有点想一个人了。你们猜我想谁了？把名字打出来，你们说我想谁了？迟来的爱唱给你们。我此时此刻有点想一个人了，特别特别的想他。你们觉得我想谁了？
我想一个人了，你们说我想谁了啊？你们觉得我想谁了？我该想谁了？你们觉得？你们觉得我该想谁了？那我唱首歌给那个，我唱首歌给那个我未来的那个老婆听吧，才能够彼此完全明了，你应该会明白我的爱。虽然我从未向你坦白，多年以来默默对你失去你关怀，为什么你还不能明白？确实有点想他了，想出来名字我就不说出来了啊，你们自己去猜吧。你们觉得我该想谁了？想出来这个你们自己去猜吧，我就不说了。打一波正能量，家人们，打一波正能量来。这个时候，我特别的伤感，特别的伤心。我发一首歌来听一下吧。